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今天要玩一点 Minecraft， 然后今天要玩 Skyblock， Next Level Skyblock。那我们上一集好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烤一只鸡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鸡要从哪里来，然后我们的木头好像没有伐完，那我们再上去一次吧。哎咻哎咻哎咻！因为晚上伐木的时候就是整个完全看不到。哎，有了，开始掉。好，然后目前我的线索就是那一个生怪砖会不会有鸡？但是它是一直生骷髅啊，为什么会有鸡？那我们只好试试看。哎，还有一只 Enderman。应该不会对我有敌意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还有石头，还有种子。不要看到它，都会没事的。那我觉得我们先做一点事好了，不然在这边等也没意义啊。那就先来扩充自己的家好了。那全部换成木材。因为煤炭我们现在有三个，先扩充一下好了。不知道怎么扩充会比较好，从这层好，是把它拉大，把自己的力拉大一点，差不多多个这样子吧。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注意一个小注意小地图，看有没有生怪。现在那边好像就是只有 Enderman， 对，没错。那，哎，掉树苗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再种树，以免没有木头，然后把上面层用掉。觉得做一个，我用泥土干嘛？这个是骷髅上的泥土，这可以做什么？也不能重叠，那就先放着好了。哎，小木材换成木棒，然后再换成铲子。好，铲子。那我们把上面这层用掉，用掉之后，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怪物生成。苹果，欸，对耶，我们都还没有食物。然后刚刚我们好像有捡到种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可以种一点东西了。不知道，吓到了，我以为下面是，我以为下面是那个什么虚空，我就完蛋了，吓死我了！上次没有填好。我刚心脏真的快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吓死了！然后我们拿这个来填好了，这个应该没什么用。然后铲子，哎，骨粉，应该是从那个骨头上面拿到的。那等之后有更多木头的话，再慢慢扩充好了，慢慢再掉。树，那两格差一格，这样子。然后火把的话，插边边角角。然后底下插一个，哎，刚好用完。那我们看一下那边有没有生怪，有吧？啊，还是只有Enderman。他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完了完了，先把一些东西不值钱的，这样子，如果来找我的话就来吧，来呀，吧，那我觉得应该要站在那附近才会生吧。
身上不用带太多东西。哎，生了。没有，不要，你不要打我，拜托。就是站上面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点事，对不对？那我先把这里。那挖开还会生吗？这不会，那还是把你填起来好了。这样子，咕咕。那我们做条路好了。饭也不知道做什么。哎，对，用半砖铺路会比较好。用个60个好了。60个，跳过去，然后把这一段路，哎，掉下去了，铺下面这层。真的这个木头好暗哦，完全不知道它，这是整个超级暗。很小很小很小。有些直接掉下去它就没办法了。这样。好，先这样子。升怪吧。生气了！啊，生气了！啦吧啦吧啦！第一次死亡，拜拜拜！东西没了，重做吧。刚刚没有跑起来，就挂掉了。啊！木头，木头，没木头了。刚身上带太多了，惨惨的。那，哎，悲剧开始。你也不是不长一下，要情何以堪？为什么这么早就生出一只 Enderman？ 那我们在那边等一下好了。不知道会不会升怪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我花了一点时间，只是把它改建一下，改得方方的。那终于升怪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肌肉，有肌肉，吓死人！什么怪？蜘蛛声音吓死人。快点回家，快点回家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！我要过我们任务了。你的任务：烤鸡肉、煤炭、烤。吓死人了！小树呀、啊，小树，快长大呀、啊！那这个任务是，好像是做一个面包，面包，小麦，哎、欸，小麦，豆子，哎、欸，还有花耶，只有一个，要我情何以堪？觉得我们泥土要多挖一点。那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那只能用快船了。
好，我们挖完了我们目前能拥有的泥土，就差不多是这样子。那因为要种田嘛，那我们就需要水。那水的部分，它就给我们这些，就这些哦，这些好多哦，好少、哦。那我们就利用这边的水，然后去种田。哎，这样不是这个，很好，我们又遇到窘境了，就是我们没有木头。差一点掉下去。又掉下去了。要我轻而已干。我们至少要两个木材。哎，捡到。做一个锄头，我们就可以耕种了。耕作了，耶！那我们去等看怪物有没有出现。但是我倒是有听到姜皮的声音，对，声音。它只有掉泥土，哎咻。那我觉得今天做的事已经够悲剧了。那我觉得这一集差不多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左下角点个订阅，随时跟着我的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